在这个晚上，让我们一起齐聚在你的面前，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每一次与你相约，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来读圣经，学习圣经的道理。神啊，真的是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让我们眼中能够看得更明白，让我们的脑袋里面有属天来的智慧，让我们真的是看得很清楚，把圣经的经文与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做连结。神啊，我们知道你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计划，必有大用。我们学习圣经的经文，不只是为了自己，我们也渴望在前面的路上，我们能把福音推广得更远，让更多的人来归向你。我们渴望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认识不认识的，都让他们能来认识你、转向你。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今天晚上所有的事工都恭恭敬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上。如果我们还有在来的路上的弟兄姐妹，求神引领他们来到这个平台上与我们相聚。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这卷书哈。这个叫 Book of Acts 啊，这个是一个使徒行传， Acts 是他们的作为哈，所以我们叫使徒行传，很多位使徒他们的作为。我们先看一下前面所讲，回顾一下哈，前面我们有讲到这个Proconsul 啊，他是一个地方官，一个执政官，这个人呢，他有一个身边有一个人啊，身边有一个人，但是这个在他身边的这个人呢，就是一个懂得巫术的人，而且是个假基督。这个的名字还很有意思，叫 Bar Jesus 啊，就好像耶稣的名字一样。OK， 好，我们看一下第八节哈。我们看一下，稍等一下 ，Who was in attendance of the proconsul 啊？他是 proconsul 身边的人，跟在他左右的人叫 attendant 哈，听他使唤的。所以这个 proconsul 的名字叫 Sergius Paulus, the proconsul an intelligent man, 但是这个 proconsul 呢，这个地方官他本身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聪明的人。 So sent for Barnabas and Saul, 他呢就派人叫这个巴拿巴跟这个扫罗来，为什么呢？ Because he wanted to hear the word of God. 他叫这两个人来，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想听上帝的道啊，上帝的道。好，我们看一下。But okay, 这个 Elymas the sorcerer 啊 ，Elymas 这个指的就是那个行巫术的人啊。For that is what his name means 啊，这个就是他的名字的意思啊，叫 sorcerer 啊，行巫术的人 ，opposed them 啊，但是呢，他基本上抵抗他们，对抗他们啊，不同意他们 ，and try to turn the proconsul from the faith. Try to turn from 呢，就是相反的意思，就是说他希望这个proconsul 呢能够离开这个真道 ，OK， 远离，所以。From 注意这个 from 很多时候，比如说 keep from 啊 ，turn from 这个时候的 from 都是让他离开这个东西啊，离开，所以希望他能够，他希望这个地方官能够turn from the faith 啊，远离这个真理啊，真道。Then Saul, who was also called Paul 啊，这个地方呢，这时候呢，我们开始在圣经里面用扫罗这个名字啊 ，Then Saul, who was also calledPaul, OK, 所以扫罗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呢，叫保罗啊，保罗。这个保罗，所以他信主了以后，跟他不信主之前，两个不同的名字的哈。我们知道Saul 跟 Paul 是同一个人。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filled, 充满，充满，被他的什么东西，比如说这个杯子把它充满，可以用 fill， OK， 人被充满就是被这个圣灵给充满，被灵给充满、啊、Holy Spirit looked straight at Elymas and said， 他就眼睛直直的看着这个 Elymas， 然后说好
You are a child of the devil. Devil, 我们知道 devil, 魔鬼啊。你是魔鬼的孩子。An enemy of everything that is right. 对于所有对的事情、正道的事情，你都是敌人啊！你都是敌人，所以你是所有的正道、世界上的正道的敌人。你与正道为敌。You're full of all kinds of deceit. OK， 所以呢，你的身上是充满了这些啊诡诈。OK， and trickery 啊 ，trickery， 这 deceit 跟 trickery 都是这种诡诈呀、奸恶啊，这种坏的事情。Trickery 就是故意设什么陷阱去害人啊，所以这两个字都是很不好的。Well, you never stop perverting the right ways of the world, okay, of the Lord. Well, you never, 你是这样吗？你永远都不会停止的吗？啊，不会停止怎么样 ？Perverting the right way, 哈 ，the right way 指的是正道，指的是。对的事情 ，OK， 所以你永远都是啊 ，OK，OK，OK，perverting 指的是说他永远都啊去搅乱人家，去捣乱人家，这个叫 perverting 哈，都是啊不正的事情哈 ，OK， 所以你是不是永远都这样啊？啊，你是不是永远都是啊让这些啊正道都没有办法走上正道啊？啊？这个 pervert 有的时候就是扭曲啊，或者是pervert 有的时候指一个人很变态，他远离正道，他这个人pervert 甚至在某些时候可以指就是一个人有色狼，比如说色狼可以叫 pervert， OK， 所以这个字可以做名词，可以做动词啊。但做动词的话，显然就是他扭曲什么事情，他会扭曲这些。正道啊，它会让这个正道变得非常混乱。Okay, now the hand of the Lord, the hand of the Lord 是主的圣手啊 ，is against you 啊，所以神的手呢，主的手现在是跟你相反的，是对抗你的。You are going to be blind 啊，你现在呢就要眼睛瞎了啊，你要眼睛瞎了。And for a time you will be unable to see the light of the sun。而且有一段时间，你就不能 unable 是不能的意思哈，不能看到 the light of sun， 你连太阳光你都看不到。Immediately 啊，马上立刻 ，mist and darkness came over him。mist 基本上就是昏暗啊，有雾，就是雾蒙蒙的那种感觉叫 mist 哈，叫 mist。darkness 是黑暗 ，came over him 就临到他了 ，and he。Groped about, seeking someone to lead him, by the hand. Okay, 所以这个是让他怎么样 ？Groped, 注意这个 groped 的意思是就是摸索着，就像那个瞎子一样。我们知道哈，瞎子他们这个走路的时候是摸着前进的啊，这个就是叫摸索。Groped about.Seeking 是寻找，找什么人呢？来带着他，用手领着他走路哈。To lead him by the hand. Okay, when the proconsul saw what had happened, 啊，所以这些来的这两个使徒，马上就让这个行巫术的这个人啊，就瞎了，就是暂时都看不见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对让这个地方官这个 proconsul 呢看得很清楚了。他看到发生的事情 ，he believed 他就信 ，for he was amazed at the teaching about the Lord。他觉得非常的稀奇哈 ，amaze 是觉得太奇妙了，太稀奇了。有关于什么事情呢？有关于主所教的这些道啊，主的教导。From Paphos 啊 ，Paphos 从这个 Paphos 这个地方 ，Paul and his companions， 因为他们这些人出去传道的时候，一定是很多人一起的哈。这个 Paul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扫罗哈，后来改名的保罗。他跟他的同伴们 sail to Perga in Pamphylia 啊，他就跟他们一起到 Perga 去了啊，这个是在 Pamphylia 的地方的。
Where John left them to return to Jerusalem。哦，他们这些传道是很有计划的啊。下一批人，保罗跟他的同伴来了以后，约翰就离开那个地方啊。约翰离开那个地方，就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他们来等于接替这个 John 啊，然后 John 就可以回耶路撒冷去。所以他们一切都是很有安排的。From Perga, they went on to Pisidian, Antioch。从 Perga 这个地方，他们又去了 Pisidian Antioch 这个地方去啊。On the Sabbath，那这个事情下面要讲的事情是在安息日的时候，they entered the synagogue and sat down 啊。所以安息日他们就当地都有犹太人，一定都有会堂。那他们因为是传耶稣的正道啊，耶稣的道，所以呢，他们要传讲耶稣的福音，他们也去。犹太会堂的很多这些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哈，犹太的会堂 synagogue，and sit down 就坐下来。After the reading from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啊，然后呢，他们聚会的方式一定会读律法书 law，这个 law 大写啊，prophets 在这里指的是先知书，哈，会读律法书，会读先知书。Synagogue rulers 就是指那个管会堂的人啊，就是整个会堂是归他管的。Sent word to them，所以他们就sent word to them 就是说把这个话传达给他们，saying, brothers, if you have a message of encouragement for the people, please speak. OK，他说你们有没有什么 encouragement 指的是鼓励人鼓励你们有没有什么？鼓励人的话呀，for the people，给大家可以有什么鼓励的话啊？你们就说吧，speak 啊，speak 这个字是对众人说哈，对，公开的说。OK，standing up 啊，这个是 standing up，这个是用分词引导的一个从句，它的主语跟后面的主句的主语是同一个人啊，必须是同一个人哈。Standing up，所以我们一看就知道，后面的主句里面是保罗是主角是吧？所以呢，standing up 也是指保罗站起来。然后呢，motion with his hands，他把手，motion 是动一动哈，用手在挥动啊，把手举起来挥动。And said, "Men of Israel, and you Gentiles," OK。他对讲话的对象是第一，man of Israel 是以色列人，另外一个 Gentile 是所有的外邦人啊，who worship God 啊，这些外邦人不是以色列的人，他们崇拜耶和华神的啊，你们这些人，我对你们这些人说话，listen to me 啊，你们都听我的，听我说，在当时那个时候的时候，Gentile 因为大部分就是说只有。在这个耶稣之前的时候，甚至在保罗之前的时候，这个信仰哈，基本上都是限于犹太人，犹太人信耶和华，那么所以不，基本上外邦人就是不信的啊。但是也有一些外邦人不是犹太的犹太人，但是他们也进这个受犹太人的影响，也是进会堂去崇拜耶和华的，所以这里就是指 Gentile，还有这些以色列人。The God of the people of Israel，哈，这些以色列的神，哈，以色列子民的神，chose our fathers，他选择了我们的这个 fathers，S 指的是我们的祖宗，列祖列宗，哈。He made the people prosper during their stay in Egypt，prosper，prosper 指的是说他们在非常的这个怎么讲？他们是很亨通哈，很有很一切都很顺利，叫 prosper，OK，prosper，所以如果说比如说很亨通、很繁荣，OK，很繁荣、很兴旺、很昌盛，都可以这样讲，OK。好，所以当我们的祖先他们待在埃及的时候，during their stay in Egypt 在他们在埃及的那段时间里面，he made people prosper 他让我们的这个祖宗都非常的兴旺繁盛哈。确实，以色列人在那段时间在埃及也是繁衍了很多的子民啊。With mighty power, he led them。然后当时呢，他是用怎么样？用很强大的力量，mighty power 没有办法述说的大能的力量。He led them
out of the country，他带领他们，我们的耶和华神就带领我们的祖宗离开了那个国家从那个国家出来。He endured their conduct for about 40 years in the desert. Endure 这个 endure 指的是说忍耐忍耐。他基本上神真的是对以色列人当时在旷野里面的这些作为 ，OK 是非常忍耐的 ，OK。Conduct 指的就是他们的这些行为 ，conduct 日常的这种行为叫 conduct，OK，特别是不好的行为叫 conduct，OK，所以神是非常忍耐他们的行为，大概忍耐了多久呢 ？40 years in the desert 在旷野里忍耐了40年。He overthrew，OK，overthrow 原型是 overthrow， 现在是 overthrew 是过去式。Seven nations in Canaan, overthrew 是把它翻过来当然引申出来的意思就是把这个这些民族都给灭了，把他们都给灭了。In Canaan, 在迦南地的七个族nations, and gave their land to his people as their inheritance. 然后神呢就把这七个族他们的土地给了他的子民，给了耶和华的子民，作为他们可以传承的这个产业，可以继承的产业。Okay, all this took about 450 years. 所有这个程序在迦南地的这段时间，灭了七个族，然后再把土地收回来给所有的以色列人，这段时间大概花了450年 ,450 years. After this, God gave them judges. 在这个之后呢，神怎么样？神就给他们Judges, 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士师，是吧？士师的时代 ，until the time of Samuel the prophet 所以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是个先知，先知撒母耳的时代呢这个中间450年给了他们士师，就是没有王的概念，但是就是有民族英雄，有能人。就是所谓的这些士师 judges 起来领导他们。Then the people asked for a king. 然后呢，这些老百姓们，这些子民们 ask for， 他们是要求要有一位王。And he gave them Saul, his son of Kish. 所以呢，他就给他们这个扫罗这个人，给了他们扫罗。扫罗是谁呢 ？Son of Kish， 他是 Kish 的儿子。Of the tribe of Benjamin, 他是从便雅悯支派出来的哈 ，who ruled 40 years. 扫罗他就管理以色列哈，领导以色列40年的时间。Okay, after removing Saul, removing 是把他移除了，也就是说这个王让他移除了神移除了他以后呢 ，he made David their king. 哈。所以扫罗完了之后，神就让大卫做他们的王，这个都是神安排好的。He testified concerning him, okay? 然后呢 ，He testified 表示说他是见证，见证有关他的事情，所有他的事情他见证。那怎么说呢？他说 ，I have found David, son of Jesse, a man after my own heart. 所以神为大卫做见证这个第一个 he 指的是神 ，he testify 那神做见证有关于大卫的事情 concerning him。第二个 him 呢指的是这个大卫神这样说 ：I have found David son of Jesse a man after my own heart。我发现意思就是说我发现这个大卫也就是 Jesse 的儿子呢，他是 a man after my own heart， 他是跟随我的心意的人。After my own heart 就是我的心在哪里，我要做什么，我的心意他都明白，这个叫 a man after my own heart。 He will do everything I want him to do 所以呢大卫呢他可以做我所有我要他做的事情我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好。From this man's descendants, okay, 从这个人的后裔里面，从这个人，所以神就告诉大家，从这个人的后裔里面呢， God has brought to Israel,
the Savior Jesus 啊，从这个时候呢，这个保罗哈，保罗他们在介绍的时候，跟这些以色列人介绍，就说从这个人的，也就是大卫这个人，他的后代里面呢，神就兴起了，带给以色列什么呢？Savior Jesus 救世主耶稣哈，As he promised，这是神应许的。Before the coming of Jesus, 在耶稣出来之前呢, John preached repentance and baptism to all the people of Israel. 在耶稣出来之前呢, 有一个John, 这个地方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指的是施洗约翰, 有一位施洗约翰, John the Baptist, 施洗约翰呢,他就传讲, 这个是传道的意思哈，preach 是传道，他在那里传道呢哈，有关于认罪悔改啊，认罪悔改的，and baptism 还有讲传的传讲这个洗礼哈，to all the people of Israel，他给所有以色列的子民就传讲这些，要认罪悔改啊，repentance 啊，要 baptism 啊，有关洗礼的事情哈。As John was completing his work 啊。所以约翰完成了他的工作以后呢 ,he said, who do you think I am? 他是这样说的啊，约翰当时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认为我是谁呀？啊，你们以为我是谁呀？I'm not that one, 我不是那一位啊，那一位就是那位更重要的那位基督，我不是的。No, but he is, 但是他是，我不是，但是他是。He is coming after me.他是在我后面来的啊！这位基督呢，是在我后面来的。Whose sandals I'm not worthy to untie？他的鞋子 sandal 是当时罗马时代穿的那种凉鞋，他的鞋我都不配给他 untie，把它解开鞋带，我连给他解开鞋带我都不配的。OK，brothers。Children of Abraham 啊，因为现场很多都是犹太人。他说：“弟兄们呐、啊，啊，亚伯拉罕的子孙呐、啊、，and you God-fearing Gentiles，OK，、okay? 还有你们这些敬畏神 God-fearing 是敬畏神的 Gentiles，你们是外邦人啊，敬畏神的外邦人啊，跟你们两个团体讲，It is to us that this message of salvation has been sent，OK、okay?。” It is to us, OK, 这个是给我们的，这个是给我们的啊！我现在传讲的这个福音，这些都是给我们的 ,OK, 好 ,It is to us, OK, 什么呢？给我们的是什么呢？This message of salvation, 这个salvation, 这个救传，这个是拯救他们的这个信息哈，这个大好的福音的信息 has been sent, 是已经传扬出来了我们已经传扬的这件事情呢，这个福音呢，都是给我们的好 ，The people of Jerusalem and their rulers did not recognize Jesus。在耶路撒冷的，继续说哈，耶路撒冷的这些人民这些老百姓，还有他们的长官 ，ruler 是掌管他们、统治他们的人 ，did not recognize。Jesus, 他们并不认识基督，他们不认可基督哈。Yet, 然而 ,in condemning him, 但是他们这样定了他的罪 ,condemn 是定罪哈 ,condemning him, they fulfill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s. 但是他们做给耶稣定罪的这件事情上呢 ,they fulfill the words, fulfill 他们就成就了。应验了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s, 应验了先知以前那些先知所讲的话 that are read every Sabbath. 而这个应验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安息日 every Sabbath, 我们所读的这些东西。因为他们读的东西里面有律法书对吧有律法书每次他们聚会都会有律法书然后会读先知书。他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耶稣的这件事情耶稣被定罪的这件事情其实就在你们每周日每个这个安息日所读的律法书还有先知书尤其在先知书里面都已经预知了先知已经有预言的。Though they found no proper ground for a death sentence, 虽然当时这个就是叙述耶稣的经历了，他们找不出来
proper ground, proper 是适当的、恰当的啊，来给他一个死刑。他们找不出来什么能够判他死刑的。但是呢，they ask Pilate，所以我们注意看这个 though 如果放在前面的时候，我们中文的语法是虽然，然后但是他们仍然怎么样怎么样。在英文的话，我们只用一个 though。后面部分我们就不用连接词，我们直接接上，所以我们在翻译的是说还是但是 OK， 虽然他们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们还是这样做。 They ask Pilate to have him executed， 他们要求比拉多，啊，Pilate 就是当时的那个，那些官长啊，那些地，执政的长官 Pilate to have him executed。 execute 指的是行刑啊，就是把这个人给杀了。OK， when they had carried out all that was written about him， 所以 carry out 呢是执行，彻底执行啊，他们已经都彻底执行了所有这个上面经上所记录的有关耶稣的话。OK， 他们已经做完了，就是把这个基本上他们定罪杀了耶稣，这个在先知书里都有预言的。那他们把这个都做完了 ，carry out 是指他们都执行了这些事情，经上写的有关耶稣的事情以后 ，they took him down from the tree， 他们把他们从这个木头上面哈，十字架的木头上把他拿下来 ，and laid him in a tomb， 啊，就把他放在一个躺平了，放在一个坟墓里面。但是呢，三十节很有意思 ，but God raised him from the dead。Raised from the dead 是死里复活，神却让他从死里复活。Okay. And for many days he was seen. Okay. 同时呢，有好多天 ，many days 啊，事后耶稣复活了以后，有好多天 ，he was seen， 他都被看见，有人都看见他的。By those who had traveled with him from Galilee to Jerusalem， 被什么人看见呢？就是那些跟随着他一起旅行，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的这些人都看见了。They are now his witnesses to our people。啊，这些看见耶稣的人，就是跟他一起生活的这些人，就是他的门徒，对吧？啊，这些门徒现在呢，就是 they're his witnesses， 就是他的证人，他的见证人。对我们的所有老百姓来讲 ，to our people， 对我们的老百姓来讲，这些人就是见证人啊，因为他们亲眼看见耶稣啊死里复活以后与他们同吃同住。We tell you the good news， 我们告诉你这个好消息呀 ，good news 啊。所以到现在有很多教会，他们喜欢在传讲福音的时候说，我们来给你好消息啊，就是那个时候他扫罗他们所说的话一样，保罗说的话一样。What God promised our fathers 啊，我们给你的好消息是什么？就是上帝应许我们的祖宗的话，我们祖祖辈辈啊，我们的先祖的话，上帝应许我们了。He has fulfilled for us， 他已经啊 fulfill， 他已经成就了我们 ，OK， 已经应验了。Their children， 我们就是他的孩子。注意这个 us 跟 their children 是同位语啊，他已经应许了我们，他已经应验了我们。我们是谁呢 ？Their children 就是他的他们的子女儿女哈。By raising up Jesus 啊，就是 raising up 这 again 哈，是让耶稣死里复活。As it is written in the second Psalm。就如同在这个诗篇哈，第二篇里面 ，Second Psalm， 第二篇里面有讲到 ，You are my son, today I have become your father， 啊，你是我的儿子啊，今天我已经做了你的父亲。OK， 好 ，The fact that 事实是什么事情呢？事实上 ，God raised him from the dead 啊，上帝呢让他从死里复活 ，Never to。Decay, okay, never to decay. 意思就是说，它永远不会再腐朽腐坏。我们人的话是不会这样，我们生命有限，70岁、80岁、100岁了不起了，我们就会身体就会腐坏腐朽。It's stated in these words, 所以
上帝让他复活这个事实呢，在下面这些话里面有讲到：“I will give you the holy and sure blessing。”啊，我会给你这个 holy 是圣洁的，sure 是很肯定的、可靠的啊，所以我给你这个圣洁又可靠的这样的祝福，promise to David。啊，这个是我给大卫的应许，我会把这个给到你们啊，会把这个恩典都给你们。然后，so it is stated elsewhere. Elsewhere 是另外一个地方，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有这样说的。OK，所以把经文上另外一篇说的也写出来给你看，说出来。You will not let your holy one see decay. 啊，你不会让你的 holy one 圣洁的那一位啊，不会让他看见腐朽，看见让他毁坏。也就是耶稣复活了。他不会毁坏了，OK？这件事情，他因为耶稣就是 Holy One，就是圣洁的那一位哈，他不会被毁坏了。好，我们今天讲到13章的35节，停在这里哈。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今天的读经。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欢欢喜喜的在这里来敬拜你。来一起啊，分享圣经的道理。神啊，感谢你，我们接下来。